二姐为什么讨厌男人啊？红红姐那个前男友林杰突然失联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林杰，你突然消失就是为了他？啊？啊，好痛苦啊！你让老公呼唤。敢暗算我？再敢给我动手，老娘废了你！发财，你打我一下。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我让打你就打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哎呀，好痛痛哦！别介，发财有人打我，敢欺负我姐，不想混了。他们两个人还骂我，就在楼下。姐，他们几个人？七八个吧。那个姐，咱晚上吃点啥呀？糖醋里脊小龙虾吧。不对，发财，你上去帮我拿头嘛。哎呀，我红蓉姐，楼下有一个女男人婆。啊！红红去干嘛了？嗨，南方姐被人欺负了，红红姐就帮她报仇了。对面几个人啊？七八个吧。什么？你们怎么也不拦着他点儿？没问题，红红姐和你打十。我当然知道他没问题啊，对面现在有问题啊，我得赔多少医药费啊？我操！无耻！来了，俺计划执行。唐南风，大过年的买个鸡蛋都买不利索。什么？你看看，这鸡蛋是空的。不可能啊！不信你试试。奶奶就是来给我撑腰的。来，大孙子，奶奶给你压岁钱。哇塞，这么厚一摞啊！奶奶，你把嘴做平，爷俩谁也不能落下。你吃不吃火锅？我不吃了，奶奶让大孙子吃吧。年夜饭你都不吃？不吃，我减肥。我信你个鬼！啊？肉呢？什么肉啊？刚下的肉，我不知道啊。Nope. 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Funky. Nope. 来人！别管我什么事啊！我喜欢你。南风姐，我谈恋爱了。这么丑的人要？说话。对呀。看到你啥了？我红蓉姐，我谈恋爱了。啊，姐，我怎么了？你知道错了吗？啊，错了，姐，我错了，冷静，拿着球，我不知道啊，再说一遍，姐你打我吧，姐打第一听第一，还跟我油嘴滑舌，我不是我没有，我皮呀、啊，你应该说哪里都错了啊，好吧，我哪里都错了，女朋友是用来宠的，看着干嘛，还不赶紧谈恋爱。